好，还要放一个这个台阶，要不要中间？
的姐。
上桌。你这样，你现在有点，你这样的想不想？啊，这个都应该是，对吧？斜线。对呀、啊。点点球拍的。拍的是斜对。我身体要翻过去，因为我站这里。其实你就是侧着，你不是这样的，胸不能对着前面，胸对着墙，胸对着墙，对，你来，全对着墙，你看，你的左手举起来呀，啊，左手要往前伸呀，你这样的话才能往前扣呀，那你这个往后，这个往前伸，不就别扭吗？顺着劲，往前伸，对，往前伸，左手，往前伸，这边，往前伸，对对对，对着我，方寸推命，眼发出去。对，有一个女生，不是蹲着。
这样，没办法。来，往最先压是这样。他主要是有点这个突然性，哎，尤其他接的，啊，对呀、啊，他接盘中怎么接的？你没观察到吗？没有。我刚才特意去学一下。啊。他讲，你去接的时候，像那样，要停顿一下。发力。停顿一下，知道吗？你是直接打。啊。懂吗？啊、停顿一下，小发力。啊。他这个要发力，要大发力。对，挤挤不顺，就这样就行了。没事。哇。我就练这个，然后你就来，你就试一下那个动作，打到哪儿没关系。啊。你是这样的，一挤就出去了。啊。你挤不住，你挤要定在这里。对，你看顶。对，所以说你要观察这个地方，他插球其实主要是对。哎，这个有点意思了，感觉到没有？对。所以他在这边，奥斯卡在这边接的，他讲他哪怕这边这样，他这个特别明显，正手很明显，但反手特别明显。所以说他的接发球的反手有力，对对对。得观察他。我也不知道，这是我的习惯了，已经是。你习惯是这样的，所以说他的接发球呢，有时候有两个，他如果接得好的话，啪；如果对方不好打，他就直接得分了。但如果他这个力没发好的话，有可能打过来之后，我们就被动了。因为他这个打完之后呢，重心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只能管这一块。对。所以说你这个就是这样，你要学这个爆发力。哎，有点这个意思，至少是这样的，至少是这样的。但你要这么去习惯，怎么了？哎，到我在后面。赶紧啊！啊，包括正手的我也去，就这么去学。嗯，其实这个是有的，网上教学是有这个的。但是之前要放松啊。看，至少说停一下去打。对，厉害了。而且抢得快，看。脚要一快一停，他就不好弄，手僵，对。切放松度，就这么切放松度。
希望中路的话呢，这个距离长，前面人也不好接。前面如果接了呢，他也不好发力。嗯。所以这个蔡云讲，中路上，十个球，是往打两边的，就是你打直线，然后就我们换边的，那我们打回去呢？我们就打直推，直推，直推啊，这个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们可以走，尽量的就是一点点，不用打。一步范围之内。Thank you.
那个腰还要自己发力。对，腰要推一点来去。往前打，往前，往前，对，有点啊，有一点。
就是全是抢我们的点。他往前伸，他往前伸。哎 ，sorry。他够摇也往前伸。